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汝等守护地香传授度诸贤僧啊，所以我们本宗门呢，啊，本人也是传了很多法，六祖大师已经各种法讲呢，都传啊地香传授啦，度诸贤僧，但欲处诵是名正法。各位正法，依照正法。是你哪一个宗门传的，依照宗门的法门叫做正法。但是很多人呢，因为我的宗教不同，就你们都是邪法、邪道、外道，我的是正道，胡说八道。真的，很多搞错了。像我们自己的北部一个道场，下面是其他宗门的，就说我们是外道。胡说八道，心量那么狭窄，坐电梯神经兮兮的，好可怜哦，众生啊！你不要怕，我会抢你们的信徒，我不会抢你们信徒。我还交代我们要去拜佛，结果弟子们去拜佛了，你为什么要拜我们的佛祖？绘画真的心境那么狭隘，很可怜，把佛呢？佛陀的伏羲都拉掉了，难怪佛陀没有胡子，都被这些糊里糊涂心境狭隘的弟子们拔掉了，很可怜，很不好，很不好，很可怜。把心量打开来，让所有的宗门都进来，那不是就是了吗？仙轮撒网一箩筐嘛，把网打开来嘛，所有都进到网里面，然后渡他嘛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来拜我们的佛祖？拜我们的佛，绘画，做师傅也要检讨，也真的师傅也要检讨。我也检讨过了，我检讨过了，就是说不该叫徒弟去拜他们的佛祖。啊，很可怜。但是佛祖是大家的嘛，佛祖又不是专利的。释迦牟尼佛成道以来，是哪一个专利？绘画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心境要学习放开来，然后不要把心境弄得那么狭隘，神经兮兮的。王禅老祖也不是我的，王禅老祖是战国时代，而且在皇帝时代的已经有了诡异区，皇帝的国师诡异区，皇帝他的五行八卦指南车等等的都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所发明的，哈哈，这个大家不晓得啊。哦，所以啊，王禅老祖已经四五千年的历史来了，那是属于谁的？属于我的，就是的泥，这泥巴塑像而已啊。但是他也是大家的，他的精神，泥巴塑像他是慈悲的。祥和的，和蔼可亲的，你看，你看老祖多么的和蔼，心量多么的大，他没有把众生说我是属于谁的，他是属于所有全人类法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，那你不是就很好了吗？那么如果你把我家的佛都是我的，哎呀，可怜，那就争啊，争，一争呢？烦恼就来，连做师傅的他还没得修，我还没有机会碰到他的师傅啊。如果只要碰到了他的师傅啊，我说你的徒弟和我的徒弟有所争啊，你的徒弟不让我的徒弟去拜你家的佛，还都没有机会去碰面，
哎，但是我要检讨，要忏悔。也许我的徒弟很容很认真拜佛，就是怕把你的佛拜拜跑到我家里去了。哦，所以我的徒弟们，我也当成，我要好好的教他们。但是各位，佛是大众的智慧，佛就像太阳光啊，太阳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他的，太阳是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太阳系里面所有万生万物的。所以太阳，只要你走到外面给它晒太阳，它都能够给你光明，给你幸福。所以我们的法门易经风水和太阳一样的光明，就是雨露同辉了啦。啊，你们若是有这个心念心量，以后你们会很快乐的啦。嘿，好了，我们再讲下去。啊，正法以后。你们如是我们，如是见闻，见，现在有文字了，有影音，有影像和音，为见和闻所听到的。如是我闻，在以前呢，都是静静的，没有录音的，没有录影的。我听到了，我赶快记起来，如是我闻。现在为如是见闻。这亲人所见的、所听到的，如数见闻。啊，你们依照这传法，都为正法，为本为心中的正法。好，啊，今为汝等说法，不负其意啊，啊，就不负各位什么依法依的啦。啊，盖为汝等性根醇厚，因为各位你们的性根呢都很醇厚。坚定不移，慧根醇厚，决定无疑呀、堪任大事啊！然具先祖达摩大师复受记忆，达摩大师当时复受法衣，有个记，衣不合传，一法衣不可以再传了，到六祖就不能再传了，不合传，不能再传了，因为人多，弟子众多，弟子众多就会为法衣，开始起争执，就非常不好的，即曰：吾本来之徒啊，传法救民情啊，我这心本来之徒，就来自西方的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当时是大，这个。天竺国，这印度、尼泊尔，来之徒的尼泊尔在西方。那我们所讲的就是在空界的世界，来之徒传法救迷途啊，传这个法是救大家迷掉了，很多把佛教的佛的精神都误用，把佛的精神都错用了。比喻像刚才我说了，你为什么拜我们的佛祖，拜我家的佛祖，太没有智慧了。如果再这样下去了，就要变成宗教的战争又来了。我交代我们的同修弟子，你们绝对不能走到楼下的同修的弟子，他们，我们要以礼相待，要展现我们的雅量。展现各位都是有智慧的，有慧根的，你不要跟他们计较，你只可以笑一笑，那就好了。不然的话，你斤斤计较了，有什么用？懂吗？斤斤计较了，那么对大家都无益，反而不能度民情啊，不能地民情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啊。一花开五叶，一心开五叶就是五祖，初祖、二祖、三祖、四祖、五祖，到六祖就合起来为一五合六，到第六祖就停了，
一花开五月，结果自然成啊。结这个果呢，它自然就会成，就是五行眼耳鼻舌身，心花怒放，心为一。好，而五业眼耳鼻舌身就五业了啦，一花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啊。所以各位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灵山塔下好修行。好多去学习灵修的朋友，或到处去接灵山，你要来接灵山，灵山在你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头，灵山塔，灵山塔下好修行。塔下是什么？灵山塔下，眼耳鼻舌身，修行在身嘛。啊，你何必跑到东奔西跑，跑那么远，三更半夜那里跑那里跑，你也没有悟，也没有用啊。所以眼睛所看到了，耳朵听到了，鼻子闻到了，舌头舔到了，身体感触到了，你要圆满，要圆满它，就意，六意就是圆满，努力用意，努力要圆满啊，懂吧？这结果自然成，懂不懂？听懂吗？听懂哈？好。好，我们再接下去啊。师父曰，大师又说，疏散之事，汝等个个静心，听吾说法，若欲成就种子，须达一向三昧，一行三昧，一行三昧，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生爱，亦无取舍，不恋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荣占卜，此名一向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存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一向三昧，一行三昧。大师又开始为大众说法，师父曰，诸善知识，各位，你们现在我称呼你们诸善知识，你们听这一段道，这段经，你们就视为善知识了。第一，不要与人争；再来，凡事要圆满，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，时时做反省，多做忏悔。好，然后呢？好，我们依法而说，依法修行，好，不为本愿，不为本事，不为本法。好，你好好能够好把心量打开，心量打开了以后呢，你就能容受所有诸众生。好，再接下来就开始就说了，诸善知识们，你们有善知识喽。好，汝等个个静心，现在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清净了。我现在一罐漂白剂给你们。一只拖把，一只扫把，一个水龙头，一个冲水管，给你们购置静心，把心里等一下，但呢急急二六零，为了哄请，等一下，我今天中午吃了，饭没有吃饱，我们因为五供太晚端下去了，大家菜先吃了，饭没有吃，刚才的烦恼赶快把它冲掉，漂白剂冲掉。你们所有一切的烦恼赶快冲掉，我才能讲得进去，不然我丢进去了，你们的脏东西我要进去的还多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赶快清除内在的心灵不干净了。我们最后一节跟各位讲解阿弥陀佛。
继续来讲解六祖坛经法宝坛经。好，法宝坛经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五年，这五年之中啊，我们来共修了太多太多啊，在本宗门的同修弟子呢啊，就有六七千位，加上所有十方来的善信大德，我们一直在各种因缘的情况之下呢，啊，我们将六祖坛经一一的解说。当然，本人修行的境界还是有限，没有办法完全进入慧能大师心法之中，但是。本人一直心啊，一炷香，一炷行住坐卧，一炷香，什么香啊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只是将一切的法，我们该说的就说，不该说的还是不要说，一炷香啊，一行。三面啊，一个心啊，直来直往，无弯无挑，没有弯弯曲曲的，就像太阳光能够普照到大地。所以本宗门唯心中的法门和六祖大师的心法完全是相契合，并没有两样。所以当你悟了世间一切法都是一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一，不是二，好，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啊。六祖大师他要离开世间以前，他就尽力的将各种妙法诸法嘱咐交代，一直交代给所有的弟子们，各位以后你们要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要交代清楚，法要交代清楚，尤其银行的存折不定期存单一定要交代清楚，哪里有财产要交代清楚，不然很多信众弟子啊，老师我爸爸什么话都没有讲，我妈妈走了没有讲，我说存款不是，是啊，你快啊！我告诉各位，若是有一天我走了，我们仙佛是不会有存钱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们都是借债在养债，借债过日。若是太有钱的话，师父的扁短红华，好不好？我就懒得红华啊！也因为这样呢，我就认真的讲道，认真的红华，希望。将真正的法义啊，能够传给大家。我所赚到的是法宝，而不是财宝。有法宝，世间就有财宝；世间有财宝，世界就和平，天下就太平。啊，刚才啊，我们纽约的啊师兄啊，他回来了，啊拿来他照了照片给我。哦，很高兴，笑得还好开心啊！因为我们将妙法也传到地球的任何东西，一个西，一个东，一个东，一个西，东西交替的过点啊！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我在正道，证明中华文化道统确实是与日同辉。太阳是一个，地球一个，但是地球周围九大行星还是受着太阳的能量，它的光辉来普照，所以老祖的慈悲，他的心真的让我很赞叹。所以老祖一句话就是救世不辞劳，救度众生不辞劳，这句话呢让我学习了他的精神。我也希望呢，各位也本着这个精神，救世不辞劳。你要所度的有缘人，相信是过去生，
你的亲友，或是你的恩人啊，非亲即友啊。亲是善缘的亲，不是冤亲啊。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师兄啊，让他转达啊，郎讲师郎建荣今年已经82岁了，转达啊他的啊雅意。我也希望在明年丙戌年呢，我们祭祖完毕的时候啊，我们呢啊有时间呢，在老祖圣诞法会以后啊，到纽约啊，听说纽约周围有很多的风水宝地，我一直想去看哦，要点这个风水宝地呢，我很有兴趣啊。你看山河大地啊，这个宝地风水为什么会只有结识那一个穴？不简单呢，地球那么大啊，为什么会生在美国？美国这么大，为什么会生在曼哈顿？曼哈顿这么大，为什么会山区一个小小的最大了不起一平左右一个小圆球，为什么在那边？啊，在那边山那么大，为什么你会在那一点？在那一点你为什么看得到？哎，这好玩哦！哈，这个是我们中文与日同辉。好，无论地球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的心量有像太阳光这样的话，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触手，啊，我们都可以找到任何一处的平衡点。那么相对的，我们任何一个人，他有的一个平衡点，他的灵性，人再怎么丑，再怎么陋，再怎么残，再怎么脏，都有一个平衡点，叫他的佛性。佛性，他的心是平衡的，永远是光明的啦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六祖大师的开示。三知是汝等垢净心，都讲各位心洗干净了没有？有没有用刷子刷一刷？没有。哦啊，那个冲说水管的有没有把它冲干净了？有了哈。好，既然有了，我就要开始讲喽。好哈，各自静心听我说话。啊，若欲成就种子。种子是什么种子？构象的智慧，一切法门之智慧，就是种子。同源种子，同样圆满的智慧。所以我们有智慧，万事才能圆满。若是没有智慧，你就不能万事圆满了啦，懂吗？没有智慧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对任何一件事情圆满。你要有智慧，要啊有圆融，眼睛所看到了，耳朵听到了，鼻子感觉到了，舌头感觉到，身体感觉到了，你都要能够圆融。你要圆融圆满啊，一个不二法门的真言是什么？调和啊，就是要调和。你不调和的话，绝对会颠颠倒倒啊，没有结果。就像我们做测量的一样啊，测量三角点与三角点之间，我们再要延伸啊其他的图根点、导线点、图根啊，无论多少的图根点、导线点，它的角度、长度和高层，它的落差啊、斜坡啊，划算起来。有个正确的数字，不偏不倚的时候，回归到来 x y 都是等于零，那就是回归原点。若是我们很多事情你想到这里到这里的结果斗不起来的时候，那语法就不合了。下禅经
双袖见真情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足得流芳缠绮山。Bye.